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丁啊。今天做这一支，跟派克豆腐非常像的一支笔，凯格路。第一次做这个笔的品牌了，盒子我叫卖家没有给我寄了，然后送了一个这个合格证。然后呢，再下来呢是一个这个笔的一个什么，就是送了一些橡胶圈，然后还有一个总成啊。总成这个就必须得怎么讲呢？必须得换上，这说实话。然后这个套啊，这样子粘上的话，我看一下能不能留下来，能留我留一下吧。这个的话可以。好，那这个是它的一个，推拉式吸墨器啊，原来是，好细啊，看一下能不能用欧标的，能用欧标的话倒是真不错。应该是不行了，欧标的话不行，那还是 3.4 的一个口径。然后这个笔的话，怎么是不一样的一个吸墨器嘛？推拉式的话，经过之前那个白金的小流星嘛，然后跟我就是有观众跟我们讲过，推拉式的好像是比较容易出墨会比较大，我觉得也正常。好，那送完这个总成，那这个是一个EF 的，本身给的是一个 M 的一个总成啊，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又寄了一个，然后反正颜色上也不太一样啊，而且这个也没有那个镀上，这个就没有镀上一个颜色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那还是一样的，我们把这个总成给换上去看一下先。那这个总成说实话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种设计的，因为像那个就我看一下我这一只印象胶的一个就我好，是不是可以给换上去，我看一下啊，如果可以的话单买总成还挺不错的，说实话。看一下行不行，单可以的话还真能，好像是不行的。没办法换上去，不然我还以为说那个总成能互换，那还真的不错，看来不行了就算了。然后这只还是算是比较长久的，灌上了我的一个 21K 的一个笔尖以后嘛，又歪了，你看，灌上了我一个 21K 的笔尖以后，直到现在都没有用过。我说实话，因为我写英文比较多，写了的笔尖对我来说真的不是特别的怎么讲呢，就是好用，因为写了的笔尖的话我这只是 F 尖的，所以就各种原因吧。好哦，刚刚有发现一个，这里有我，终于懂了，这里两个橡胶圈原来是这么用的，差点没发现，不然就漏墨了。你看到吗，这个总成这个地方有一个凹坑，这边也是，然后这两个地方它是要放这个橡胶圈的。哎呀，我差点就傻了。我拿两个透明吧，然后就给灌上去。这个我，但是好奇怪呀，为什么出厂的时候不把这个给做好呢？这个，说实话，这个真的有点不是特别好啊。好，然后我把这个给放回去一下先。那像这一点的话，说实话，这个笔出厂有这个问题的话，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，因为，如果是说一支笔出厂了，然后你没放橡胶圈，然后漏墨等等的问题，到时候一说真的说不清啊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一上来就知道问题所在的。那好，我们把这个橡胶圈给放上去一下。那像墨匠 M2 的话也是这样子一个设计的，然后这个橡胶圈的损耗嘛，说实话非常大。这个如果有用过 M2 的笔 的人都知道，其实很多它损耗的不是那个笔的总成，而是这个橡胶圈，基本上一年两年左右就报废了，这个没办法啊。所以说能不用，但是我那只 Jovo 的那只嘛，就是我刚刚拿那只的话，其实我到现在好像买了也超过一年了，但是倒是没有橡胶圈的，但是它一直没有漏墨这个问题的，我不知道差别是什么原因呢。然后这个像我不懂为什么国产笔这老是要装一个橡胶圈，但是像人家那个欧产的那些他就不需要，不知道差别是什么。好，那这个笔大概就这样子完成了啊，然后把这个给装上去，这就是那个的一个笔，然后再下来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大概 OK。
好，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吧，换上了 EF 尖嘛，因为我是用 M 尖的，但是大部分都是用那个 EF 的。我那支派克呢已经被我出掉了，所以说已经看不见了哈。因为我最喜欢的还是水人，还是那句。好，那看一下这支笔，那首先基本上对比一下吧，还是意思一下吧，因为其实都真不用看，因为基本上就是那个，反而可以，因为不好意思，它基本上就是那个 Parker 的那个尺寸。哎，我看一下我那只金豪还在不在啊？金豪如果在的话倒可以，好像不在这个笔套里。你们等我一下啊，我还好这个笔就放在自己身边了。好的，找到了这支笔了，那就来放在一起的比一下吧，你看完全没有差别。那这支是那个金豪的那一支啊，那我们一样来看一下这个尺寸吧，好吧。这个首先两支就有一个颜色上笔感了，见仁见智，你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啊，这个完全看人。那笔尖的话我都不用想了，不会有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我这支百丽金那个是上过墨的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些上过墨了，真的忘了这个事情啊，因为上了墨了，所以说刚刚碰到笔尖一下子就翻车了，就这种情况。好，那看一下笔尖的话基本上是跟800差不多一个大小了，35号的一个笔尖。那两只笔尖的话，凯格路的那个笔尖的话稍微宽一点，就有点像龙的这个，就是稍微错的比较开，那龙的这样子一个笔尖。基本上大小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没必要说它是什么梗什么梗的，因为真的是两只笔太像了。然后有必须这个就不做对比视频了，因为那只派克已经出掉了，我觉得没必要。我们反而可以来看一下我配件能不能互换了。哎，好的，金豪的它是可以跟派克的，我当时试过，但是我没有在视频里面讲。金豪这一支它是能跟派克互换的，但凯格路这一支如果它不能跟金豪互换，也就证明了它跟派克的配件是不通用的，这个先给大家讲好。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笔舌，笔舌的话基本上不用看了，那肯定是同一家厂出的。我那支派克是大豆，就是那个大的一个豆腐，然后呢总称来讲应该是可以换的，直接拔或者直接旋出来它应该都是可以兑换的。但是笔的话还是那句，没必要的，不要拆啊，因为拆了对你自己没什么一个好处啊，这是实话。那笔都是拆坏的，我到现在为止用坏的笔还真没几支，写废的笔的话倒有，但是用坏的倒真的没有。然后这个的话笔帽拆法应该也是一样的啊，果然是都是选出来的，没什么差别。好，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吧，重量我觉得没必要对比了，基本上都是完全看这个杆的。诶，这个好像看起来好像比较重啊。因为金豪的那个金豪的这一支金豪100跟派克它的是非常接近的，很多东西你可以当做一样，除了笔尖40 28啊，这一支就显得偏重了。然后重量是在哪，重量应该是在笔握这个部分了，25.1。然后金豪这支个人来讲，从一个笔的一个重量来讲的话，金豪的比较出色，因为笔最终是要写字的，你有这个厚重感，其实说实话除非是特别贵或者签字笔。但是派克大豆的定位是日用笔，它不是签字笔，因为它派克的尺寸跟那个146和149的尺寸，或者跟 M200 和800的尺寸那个定位不一样。M200 和800定位都是书写笔，然后呢146和149是签名笔和签字笔。然后这几支笔有一个特点，大很大小很小，但是派克是不一样的，看买小的又很大，买大的又很小，就是这种情况。你去拿这支800来对比就知道，你看800的话完全是能那个大上一号的，是800是稍微大一点，但这支其实显得那个怎么讲，很只是它比较粗，而且是白色，所以你看起来好像这支比较大，其实这个是小一点的那个圈数，就但是不是小很多，一点点而已。然后再下来呢是这个，看一下这个笔握吧，
11.1， 那非常完美的一个比握的一个尺寸了。派克这一点是我比较怎么讲呢，好评的。但是我最喜欢还是水人，因为水人的那个比握是我就海运的那个比握是我最喜欢的。130是拔帽的，然后这个盖帽了，盖帽的话138。好，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整根笔的话大小尺寸。然后再下来我们一样吧，优先看一下这个啊，这个我就先收起来吧。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吧，因为我每次都忘了，有时候因为我做视频都即兴的。好，那首先讲一下这个笔尖的话，少了那个镀层，那反正就我个人是不介意了，但是最好还是两个统一吧，除非是说像弹笔那种，说我一个书法尖一个什么尖，我觉得这个倒可以，但这个完全只是说两种不同的笔尖。凯格路的话以前的名声是可以的，但是现在就不知道，好像好几年没卖笔了我记得是。好，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尖，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底面。底面来讲的话正常吧，有点左边好像有点长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，左边我放大一点看。貌似左边的好像有点长了这个伊利，然后有点歪。然后看一下侧面。侧面的话应该是能看到了，已经是我看一下啊，貌似有点错尖了这只，然后前面看是没什么了，但这个笔尖好像貌似这么看不是特别给力了，然后中缝的话也是正常嘛，没有特别粗，然后这个笔的打磨方式前面是有点斜的，但是我这么看好像是不是我错觉，好像是有点错尖呢，等会试写就知道了。然后再下来了就是基本写中文了，前面有点斜的你能看到，但是我这么看应该是错尖的，我不知道是这么看就比较明显了，应该是好像应该是有点小错尖，但不是很明显了。因为错尖的话除非特别软的笔，像 21K 那种是错尖是很正常的，你再压压就调回来了。好，然后来开始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感吧。那首先我觉得整支笔这么一看的话，顶部这个比金豪的好看很多，说实话，如果把金豪的那个底给撬掉，然后换成这样子一个设计，然后再弄一个金豪的 logo 弄成这样子，我觉得就非常漂亮了。但这个不是那种蓝宝石玻璃，这个是普通的那个就是亚克力，所以说你摸起来不会冰冷的，所以那也就说明呢，它这个时间久了会变黄。那一开始买回来很好看的这种，然后它如果像手表那种蓝宝石的话盖上去，那个质感会好很多。这个的话就是有点廉价了显得，但是它这个有一个凹槽，然后贴上这样子的，我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好的。那在本来的基础上面，它有一个就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讲，一个好的一个加成或者一个改进。笔夹也是我个人认为比那个金豪好看的，就这两个部分它比金豪好。然后笔感见仁见智，派克我最喜欢的是那只青金石或者满大人，就是全黄的或者是青金石，我最喜欢其实是这两只派克的话，还有那个马赛克棋盘，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烧到。然后这个笔的一个纹理吧，好不好看就看个人了。我个人是喜欢它这个纹理，你看它是一个上下浮动，然后在车厢，然后所以能出来这种就 session view 嘛，就是这种剖面的一个纹理。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像这种的一个旋转的这样子百利金的这个纹理，就暂时比较烧到我的就做这种就所谓的 pattern 嘛，还是百利金为主，其他的笔暂时还不太能烧到我。然后这个笔中间笔环这边有一个黑色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比较喜欢还是像这个800的这种，你看它这里，你看这里还是保持这个杆的颜色，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保持双黄好评啊，因为新的那个我觉得没那么好看。那首先讲一下这个笔帽，这个第一个笔顶，然后笔夹以及这个双黄啊，保存的非常好。然后那个笔夹的话也是挺有心思的，也 OK， 起码是总算有点就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如果总体来讲，金豪的把那个笔顶换成这个的话，我觉得金豪的会更出色，因为这支笔偏重。
然后再下来了这个笔杆我就不讲太多了，然后再下来这个笔的话，一个配重来讲的话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轻的笔了。这支笔重了5克的话，如果再书写到500到1000字，或者就是说书写量强大的话，重量重的话其实非常非常明显的。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其他我觉得就差不多了，没什么可以去讲了。刚刚前面已经不行了，那这里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试了。然后这个地方的话，我觉得就吸墨器这个地方嘛，好像用料有点厚了。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厚了？我觉得就是如果但这里有一个挺好的地方，就是加了那个应该是品牌吧，我看不清，然后加了一个这个细节。反正整笔来讲的话，外观细节还是有的，只是说这个款式来讲就是看人喜不喜欢了。那再下来就看一下这个笔尖的数值了，我觉得因为这一点真的是很烧到我这个顶，而且袋鼠啊不错，就是我也不介意说你放什么东西上去，但不要那个金豪那个100嘛，虽然说它笔杆比较出色，但是那个笔顶真的太丑了，说实话真的不是说它笔不好，真的是哎，这个吸墨器，有待改进，有待改进。这个，有待改进，松掉了。你看，有待改进。这个正常，这个正常。很多吸墨器我当然也知道是这么拆的。行吧，继续。但是，继续那个，我把它先上下，可以上下墨，松掉了。这个史上好像第一次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这个吸墨器坏了。这个你说实话，那个比吸墨器的那个爆杆的几率吧，水轮第一个不服，第二个就邪乐啊。这个虽然我是水轮粉了，但是它的吸墨器真的必须得黑一下。好，那个再下来我们来试写一下吧。刚刚写完这个 Waterman 的 Bopper Pen， 我们就直接来写吧。凯格路它的英文我忘记了。哇，这笔尖说实话真的好像我这316，那凯格路有旧和新版的，它都在316，怎么分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它那个就卖家跟我讲过，就是这个有新有旧。然后这个笔尖的写感跟弹笔一样，很说实话恶心。然后 EF nib， 但是 EF nib 的话跟墨家 M3 的那个粗细你能看到就稍微细那么一点点。然后这个写感也是同样一个问题，跟弹笔那个一样，非常太恶心了。然后出墨来讲的话，再来一遍哦，第一笔飞白了又。这个笔尖的话，应该是有点，刚刚我看错尖，应该是没看错，应该是有点错尖。出墨来讲的话也正常，反正出墨都 OK， 没有金豪的那个出墨那么大。然后轻轻一下，对，差不多压一下尖。有一点明显的一个粗细变化，但弹性是有一点的。但是这个笔尖的话，说实话，跟金豪一样，基本上都要机尾。本身的笔尖你利用不太行。然后笔尖的话，那个数值好像跟弹笔差不多，非常的恶心，不是特别好用。这一点真的是。但是主要的最好的一个地方还是坐在它，就这支笔嘛，做的最好还是笔帽。其他地方的话，笔杆的样式，然后看观众不看我。然后下笔尖的这个真的不太行，这个笔尖真的有点接近弹笔那个写感了，不是特别好。然后这个写感看一下，在那个再来一下，对，它一个字里面就怎么讲呢，打磨不知道是出什么问题。这个笔一写的时候嘛，整个写感好像一直在变化，就是有时候沙沙的，有时候那个顿挫感，那个顿挫那种下去那种感觉嘛，有时候像一只针刮，然后有时候又像一个比较圆滑的一只针然后再刮，就一直在变化。写感我觉得真的不是特别行，跟
就是还是弹笔那种呗，非常恶心。但是换完一个机尾的一个肩的话，就是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。另外呢，就是暂时来讲定位也是一个机尾感属性，但是笔的话我觉得有点重了。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真的好评就是这个顶，对，那差不多就这样子吧。然后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，然后再下来就是有什么我讲漏的，麻烦帮我补充一下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